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贵。我们今天要来玩自食不渝的爱，因为今天呢是鬼门开的第一天。为了庆祝这个节日，我们来玩恐怖游戏。啊，好了，鬼门开的第一天啊，感觉会有更多吓人的事情。好，我们赶快继续探索一下这里。不过上次我那个磁卡就不见了耶，我这上次记录用的那个磁卡它就消失了。不晓得对之后会不会有影响，总之就先玩玩看好了，先继续玩玩看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我直接想办法把它变出来好了。好，然后这里还有楼上这个装饰的，装饰用的。好，那对投掷器，这是发射器耶，这材质做的好棒哦。好，然后椅子真的好椅子哦。好，后面有一条路哦，这个可以开，这个是木门哦，透明的耶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很像什么胚胎还是大脑的图，然后这个地图可是没有写我们在哪边，好大一张地图哦。这个不晓得有没有一些提示的用途在。这里有怪怪的光，觉得有这种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会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啊，觉得好像之前有事情都有那个会发亮的那个烟雾的感觉。好，有前面也有看一下，这有奇怪的 S 光的那个照片。前往牛羊角镇，等一下啦，我只是随便按了一下 ，sake 得到一个清酒，好，然后知道干嘛？主线成就解锁，多愁善感的男人，这该不会是？sake 要放哪里啊？sake 不是成就，不是成就物品，好，可能之后有用吧。好，那。他说前往什么牛羊角镇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一个往下流，然后就流到另外一张地图的感觉了。我要这样一直下去吗？游来这边看看，游到对面去。可以呢，可以游过来耶。只是这里好暗哦，完全看不到路。不过没有东西，这边没有路。好吧，这里差点可以上去，好想要从旁边跨上去，这里应该可以跨上去哦。上来了，这里有门，但是那种铁门。好，探索一下吧。这里有合成台、储物箱，这里好暗哦，看不太清楚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突然拿到了一个东西？突然得到一个成就，记忆碎片。凭着沙野家的记忆，也许不够可靠。沙野家的碎片，记忆。我什么时候拿到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然后这个图案是，就是跟背景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拿到也不知道有没有拿到，要那个游标指上去才知道。好啦，那这里有堆起来，应该就是走。这里挡住了，不能过去哦。想说它堆起来就是要让我们这样跳过去的。好，所以这边不能过去耶。可以，这里有路。好，然后这里可以走吗？这里有一个绳子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东西。好，那看来就只能爬出去了。哇，好暗哦，看不到路。来到，出来了呢，爬上来了，然后一个门。奇怪，门有这么多种啊？有，现在1.8版，很多很多门。想说那个有透明门，然后又有这种奇怪的木门，应该算铁门吧？脏脏的生锈的铁门。好，那。这也是什么
通那个叫什么水管，通水口，排水口啦，排水口。天色暗了，今天就先找间旅馆住下吧，明早再去趟学校。哦，所以这是学校的小镇哦。哇，有夕阳耶，好棒。这个镇上果然有问题。哟，好像听到奇怪的声音耶。哦，打来了。他说不想帮他，然后马上就打雷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在乱说话，我会帮你找到孩子的，还是别多嘴，赶紧去找住宿的地方吧。好啦，那就找旅馆住下来。这地方感觉应该是没有人吧。走走走走走走，我现在是走在高架桥上吗？是高速公路的地方吧，感觉不像是人在走的地方。好，好像就是这一条路，只好往前走咯。嗯，还蛮大的耶，这种红色月亮真是越看越不祥啊，不妙的感觉啊。血月啊，对，好像有一个模组叫做血月模组，好像就是当那天月亮是这种血月的话，就会进入那个血月模式啊，怪物会变超级多。好，这边是 A 区羊牛角商店街，然后这边是多多良化工厂，多多良，感觉就不是个好地方。好，那应该是在商店街吧。哇，这边有星空可以看。好，旅馆不晓得在哪里。嗯，下面有什么吗？好，总算走到平地了。好，这里有羊牛角病院，然后商店街。哎，旅馆在哪里啊？我要走商店街好了，感觉病院也不是个好地方，感觉到处都很危险。好，那么这里是商店街。哎，商店街应该有些吃的吧，我食物好像感觉不是很够哎。好吧，要进来探索一下吗？这个是墓碑耶，这是墓碑的意思吧？这个插在地上的那个是木头碑。好，然后哇哦，这也算是墓园吧？不是说好的商店街呢？不是商店街吗？嗯，这里进不去，然后这里可以进去。嗯，哎呦，有存台。商店街怎么一些奇怪的东西啊？这里是什么？有血迹耶，这里不晓得是什么，很像很像起重机之类的东西耶，不晓得是什么，看一下，也有绳子可以上去耶，上去看看。奇怪的塔，哇哦，这有血迹耶，有点可怕。好，下面哦有东西，泛黄的记录册，哇哦好高哦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做什么的？奇怪的跳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记录册啊，一个城镇换过一个城镇，将如此蛮长的日子什么时候会结束呢？来到这小镇后，感触越来越深了。一个人孤独的活着，没有人能理解我的想法，也没有人可以倾诉。这样的我就像一个微小的、漫游目的的挣扎，活在一个未知的深渊里，一直到那天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为止。那女人的眼神震慑我的内心，她与往常那些普通的女人不一样。他眼神更有无限的渴望，像是非常的需要我。那挣扎的眼神像是想把我从深渊里拉出去。如果能够坠入地狱，我愿意去地狱走一遭，只为求得一个回答。我真的好想好想拥有他，好想好想亲手将他杀死。这个人真是病娇耶，好，太可怕了。
意想不到她与我的想法竟然如此的契合，真是一个恐怖的女人啊！我觉得我快被她充满渴望的眼神迷得神魂颠倒了。意外的收到她塞给我的纸条，里头写着：“请把我杀了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请快点把我杀了。”哎哟，慢慢的，我逐一的实现她所希望的请求，用绳子将她脖子勒紧，直到她无力挣扎。慢慢削下了她的皮肉，直到没有完整的地方可以切割。用任何我们所希望的方式进行着那漫漫无期的欲望，但这些已经无法满足我们。直到他计划到来的那天，后面的页数被撕下了，有个感觉好恐怖哦！有一个奇怪的人想要被杀，然后有奇怪的人杀了他，太可怕了！什么鬼故事呢？哎呀，扑朔迷离的奇怪故事啊！好，那这里真的不晓得要做什么的，好再探索一下咯。这里似乎没有太特别的啦，这里上不去。这里看就是这样子，再往前走吧。这里有一个小路，小路说不定有东西。小路有一个地方，这里感觉有点日式建筑的感觉，进不去了，到处都是血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里没东西嘞。好吧，再走走看。这里有像是商店街的地方，哎呦，有寿司。哎，好了，商店街。哦呦，有一个，这个什么？至死不渝的爱的 whisky 啊，威士忌啊，服用过多会酒精中毒，这个可以喝哎，这个不晓得是什么东西，还是不要乱喝好了。好，哎呦，被黏住了。好，为什么威士忌放在熔炉里面？是要烤它吗？我们先从里面走好了。哎呦，可以进去耶！这里是客栈吗？像不太像。进不去，挡住了。这里挡住了。好，这里真的是，它椅子把它叠着，椅子把它叠住了，好酷哦！那这个可能是楼梯哦，这个原本的材质可能是楼梯，所以它才可以倒着放，蛮酷的。好，那是有什么密道吗？奇怪的房子，好像没有东西。好，再看看隔壁的家，隔壁间，这里有血迹。哎呦，有掉落的花瓣，捡得起来吗？有，拿到了。花瓣好像是换成就物品的样子哦，可以换一些特殊道具，像刚刚那个什么管理员就有换那个加速的，可以加速的东西，应该是换一些比较便利的东西吧。好，这里好像就没东西了，拿花瓣的。好，那我想从刚刚那边再走回去，有从最边边开始探索下去好了，从最旁边这条路，然后再往前走，这里也探索一下，进不去。好，这一间呢？这一间可以进去哦。哦，榻榻米耶，榻榻米吗？还是坐垫？一个不小心开到一个樱花碎片。好，还蛮多的耶，感觉这么大的地方就是到处会藏一些这个陈旧物品。
这里也就是拿花布的吧。哦，这里呢？这里呢？哎呦，这个是汤屋哎，就是泡温泉的地方吧？哇，进不去。我想泡温泉啊，想泡温泉，不能去啊。啊，好想进去哦。好，这里也没有。那哎，自动贩卖机耶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都那个是 donuts 哎，不是多利多兹吗？多利多兹，哇塞，好多东西哦，好多吃的哦，好想买哦，我要投币，我要吃饼干啊，我想吃饼干，不能买。好，这一间不晓得是什么，很像。休息的泡茶聊天的地方吧，是没有茶杯。走，哎呦，这里是干嘛的？架子吧。好，看一下，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呢。好黑呀。我比较需要类似手电筒的东西耶，如果那个樱花花瓣可以去换个手电筒或是火柴之类的话，哦，得到一个吃剩的零食耶，真好可怜哦，我只能吃酸掉寿司，不然就是吃剩的零食，就是都只有剩的。好，有一个花瓣，太好了，我只能吃这种东西哦，没有好一点的食物吗？呜呼呼，好可怜哦。这里没有什么地下室，这种地方感觉就是那个叫什么壁炉，炉火以下面都会有地下室之类的，这种桌子摊开里面有地下室隐藏门，刚突然给它卡了一下，电视机，这有一个电视机，好，没有，不然就是卷轴后面有藏着那个密道之类的。这里没有了，这里没东西了。好，这里有花瓣，又有零食。好，搜刮了，又下雨了。那看来我们应该是走对地方了，才会下雨吧？应该是走对地方了。好，这里有小路，看一下。小路，稍微看一下。哎呀！哇，这个雨那么大，视线变得更模糊了。好，好，刚刚那边的正门，这样进不去，正门倒是没地方进去。好，那就是我们刚刚来过的那个很像厨房的地方，小吃摊吧。那我再还是从最边边开始逛起好了。这里该不会就是学校了吧？我的旅店呢？旅馆，还从最旁边。好，先从这里走。哇，雨下真大。好，这里就是学校嘞，太守三分校。这是跟我们要去的学校好像不一样哎。我们不是要去羊牛角什么中学吗？这是分校。不晓得是一样的地方还是不一样，可是那叫我们先去旅馆欸，我现在就不小心跑到学校来了啊，我要进去看看吗？逛一下吗？来躲个雨好了，稍微逛一下好了。这感觉是停车场，稍微看看好了，好像还不能进去了。不行呢，还是我们还是乖乖去找旅馆好了。警卫室可以进去。好，又有零食哦，警卫偷吃零食，警卫上班吃零食。好，警卫室就拿零食而已哦。好，警卫室零食。好，没有密道之类的。当当当！
内油。我好点饿了，吃点寿司好了，虽然是酸掉的。酸掉的。好，那这里没东西了。好啦，我们还是快点找到旅店好。哦哦，打雷啦！再不快点找到旅店，哎、欸，等下这里是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是二条旅社。哎呦，我找到旅店了，一个不小心就找到了。这应该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了吧？耶，外面的血池，看一下，说不定里面有藏东西。好像没有，这血池的那个视角感觉就是掉进岩浆的感觉。好，哎、欸，糟糕，哎、欸。还好，怕上不来。哎呦，打雷的好亮哦！我希望它可以一直打雷，不然真的太暗，我都看不到东西。好，那先进旅店吧。开门啊！来吧，来一个什么幽灵的老板娘吧。有没有这种东西？欢迎光临。好，没有人。哦，这有画耶，挂轴的画。好啦，那哎呦，哦，我压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那个是铃呢，按门铃。好，有人在吗？我帮你住宿。你好，有空房，不过可以请你先帮我个忙吗？我需要帮什么忙呢？在哪里？我在后面的茶水间摔倒了，站不起来，真是抱歉啊，客人。啊，居然在茶水间吗？感觉去那边就是不太妙。去那边感觉不是太妙的，再按一次。好，茶水间后面的茶水间大概是这里吧。哎呦，有哎、欸，有人，旅馆主人，嗨，他脸该不会是无脸的？哦，转过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吓我一跳，我怕转过来脸是无脸的、哦，没有五官的那种。好，老了，那。你知道鸦切勿使这个孩子吗？哦，政府派来镇上支援化工厂的那位鸦切先生的儿子吗？哦，镇上只有位鸦切先生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我所说的人了。好，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了。冒昧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呢？嗯，有人为他妈妈委托我来找他的孩子。啊，鸦切夫人已经去世很久了，你怎么遇见他的？我遇见鬼了，遇到鬼啦！这话说来话长，就是被鬼托梦了。嗯，怎么办呢？学校老师可能也问不到，这镇几乎荒废了，没有人敢来镇上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嗯，这个植物好高清哦，这叶子好逼真哦。好，3年前政府派人来镇上开发，盖了化工厂，很多人被强迫去帮忙。从厂区回来的人，搬的搬，死的死，只剩下没能力到外地的老人了。看，这就是鸦切夫人日记上所说的，所以能找到的希望应该很渺茫了。夫人孩子应该是委托雅游子老师照顾，那孩子真可怜啊。嗯，我明白了，等到天亮立刻去学校，我要帮你住宿，麻烦你了。对了，鸦切夫人有提到佐田小姐，请问你认识她吗？佐田小姐是澡堂老板的女儿，被工人强暴后自杀了。啊，佐田小姐还在。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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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哦，我到房间了，是不是？吓我一跳！哦，打雷了。好，佐田小姐还在的话，就能打听啊鸦切夫人的事了。算了，请给我房卡吧。桌上的铃可以呼叫我，如果你想调查的话，再来找我吧。隐藏成就，多管闲事。好，睡不着，不如趁现在先去学校看看吧。等到早上还有女高中生什么的，这个色杯杯。好啦，那啊，现在先去学校吗？这么晚，而且下大雨又打雷耶，主角没有脑袋坏掉吗？下雨天就在家里看电视啊，真是的，为什么还要去学校啊？我想好好的休息一下也不行吗？桌上的铃不晓得在哪里，
桌上的零，桌上哪里有零啊？这里。哦，这里可以出去耶，我的客房可以去别人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好寒酸哦，房间好小哦。捡到一个樱花花瓣，哎呦，我的耳朵亮起来了。多管闲事，真正的恐怖。然后这是什么暴力者的恐怖？那哦，各种说明都不太一样。好，耳朵是彩色的，为什么其他不是彩色的？好，那我们之后可能就要去学校了，但是我还想到我房间休息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鬼门开值得纪念的这一天呢，我们就先到这边啦，就顺利住到旅馆了。那我们等一下要去学校逛逛，然后早上可能会逛到早上吧，然后看有没有女子高中生呢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咯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鬼门开开快乐咯。好奇怪的祝贺词哦，鬼门开快乐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